又到了异乡人挑面叫人死了 OK， 大家最近应该有发觉我这个皮肤时好时坏，最近是有这个变差的事实啊，那不是无时，那是因为晚睡的关系，因为我晚睡，所以家里面也没碗了嘛，然后因为晚睡吃饭也不方便，所以都出去吃，就想说去吃这个便当店，在那边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米很特别，我就问老板说这米是用什么米做，他说是用卤米，这津津有味，就后来啊跑去上厕所。上厕所的时候奇怪那个马桶水一直喷上来，一直跟马桶理论，我就说很恶心啊，你的马桶水为什么一直在那喷上来，结果他就是不理我，我怎么跟他讲就不理我，但是那个马桶水啊，因为那个大便掉到水里面就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，根本讲不通，因为根本讲不通，整个把我儿子举起来沮丧，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点子啊， I have no idea， 结果走着走着在路上又尿出来了，结果我朋友就说哎，你底下湿了，对，我就说这是我私底下的样子，有点牵强啊，谢谢。今天的笑话是，有一天啊，小明就上完了这个羽球课，体育老师就说，小明你把这个拍子数一数再拿去还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